受伤，仍然坚强，紧握手中的信仰。哦哦，手心走廊全部回望，变成梦想成为希望，哪怕是神话仍然去闯，放下心中的迷惘。高中青涩脸庞划过每个人的心中，回想那时我们一起度过的点滴，才发现时间已经滴答滴答的远离，记忆停留在那最初的美好画面，而那个画面总是让我特别的想念。离别绝对不是你所谓的结束，而是为了开启全新的道路。舍离别的情绪涌上心头，但却只能置物不